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宝。今天咱们来称一称这个平辈小工卡卡。为什么要称他呢？因为他现在才十个月，他的体型已经超过正常的成年公犬了，所以我非常好奇他的体重。他将来长大以后应该是一个超大体的，他的这个体型还会往上涨。所以今天咱们来称一称现在十个月左右的这条平辈小公卡卡，现在它有多少斤重。在笼子里不方便，把它放开去那边称。走吧。为此呢，我还专门买了个体重秤，专门，反正这东西也立不了，它需要用装到这笼子里称，不然它太大，这个秤无法让它站立，它也不是说那么听话，要放到这上面称。卡卡呢？卡，来，一二七，往里踩，往里搁，不能靠着边儿。86斤，有86斤重，和我估摸的差不多，我估计也得90斤左右，有86斤、87斤那个样子。这是去过皮的重量，就是去过这个木板，去过这个笼子，然后它净重就是快90斤了，86斤左右。好了，给卡卡这个体重算是称完了，它再长，估计还得再长10斤左右，因为它现在还不满1周岁，所以它的头板、体型各方面都会再往前发一发。好了，关于这条大体平辈小公卡卡的视频，今天就给大家拍到这儿。有喜欢我小跑的，可以继续关注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